第六题，钢铁厂的产品生铁、熟铁、钢三者中，含碳量最多的是何者？这我们上课的时候教过，生铁含碳量最多，熟铁含碳量最少，接近纯铁，钢介于两者之间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含碳量最多的是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生铁。